你的人生中发生过重大变故？没有。那你的人生属于一种偶然。可是大部分的人不都属于偶然？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属于偶然。我的眼睛不是飞蚊症，而是有个倒计时在我眼前。 一个先秦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。3天后，也就是14号，凌晨1点到5点，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。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他们越是让你害怕什么，你越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。 你说的人不准，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？如果你现在问我有没有外星人，我会很确定的跟你说有。物理学不存在了，只是我们认为的物理学可能不存在。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。 在一片无法自救的火海之中，而您是点燃这把烈火的人。消灭人类暴政，这是人类的落日。 又他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。